今天见到乡亲帮忙给山东包了，杨春做官我做女帮忙，终于结束了。各种工作忙不过来，急急急，到处去寻钱。老乡下山送给他帮忙，山东这种各种参加党支，不认真，坚决不相信你有证据的。之前快别老做，老做，俺得说寻钱，老乡老乡，上外边去上白洋淀，把他们找到，他们我都不做这种各种参加党支，不认真，坚决不相信你有证据，总之，坚决老做。

巴格拉丹都什么多，东巴的杰将拉香赞罗。啊，我们现在开始讲课。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昨天也给大家介绍过，呃，什么叫做菩提心？嗯、简单的说，我们今天来听课。 学习啊，这些是为了什么呢？这是为了为了帮助啊天下所有的众生。嗯，那这个为了帮助天下所有的众生啊，这个这这句话啊的内容，嗯，就是从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啊，这个目标呃离我们很远，呃，离我们呃这个目标离我们非常的远啊。 的似、呃、乎就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嗯，呃，但是呢，啊、呃，但是呢，我们呃可以啊、呃，这个从现在啊、呃、开始一步一步的学习，呃，提高这个自己的智慧和慈悲心啊、呃，这样子的话，那、呃、这个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啊、呃。那么，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自己要成佛啊。嗯 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能够成佛的话，那么接下来啊，就帮助众生啊，利益众生，啊，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啊，能够做到的。嗯，那我们还没有成佛之前啊，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啊利益众生呢？啊，也不是，只不过我们目前的啊能力也非常有限啊，我们。 还有我们很多我们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呃有心啊、呃、无力，啊、呃，我们心里想的很好，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呃，我们投入到这个这个工作当中，然后呢，在这个工作当中也会产生嗯很多的烦恼啊、呃，然后我们现在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啊勇气，呃，或者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能力。 啊，去啊，这个解决这些烦恼啊。那当我们解决不了这些烦恼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推使的啊。我们就会说啊，这个事情我做不了，我就不不啊，不去做了啊。我没有能力啊，去帮助啊，帮助人啊，帮助众生，嗯，就随时都有可能我们会推出来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的教语当中，他。 不是很赞成啊，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去做这件事情。嗯，首先啊，我们要去学习、修行啊，然后当我们有一定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去理众生啊，就是这样，这是有有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现在啊发这样子的心，呃，其实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并不是说让我们现在就去做这件事情啊。 而是说，我们要有一个这样子的目标啊、呃。那么，呃呃，达到这个目标啊、呃，还是需要需要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嗯，呃，这个并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嗯，呃、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勇气啊啊，这个是我们的学佛的呃懂礼，啊、呃。只要有一个这样子的目标，那我们以后呃一定会很积极的这个台独。 啊、呃，去学习啊、呃，修心，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首先必须要有这样子的目标啊。我要让天下做所有的众生啊解脱啊，呃，用现代的话来讲啊，我要解放全部的生命。嗯，因为所有的众生啊，他们都有这个生老病死，嗯，这样子的痛苦啊。那么，我要让他们。 啊，解脱啊！我要让他们成佛，我要让他们从这个轮回当中啊解脱，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情。首先要这样子下决心啊，那么这个决心来自于什么呢？啊，必须要有强大的这个慈悲心。嗯，没有慈悲心就不可能有这样子的啊，有这样不可能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首先我们要有慈悲心。嗯。 有了慈悲心啊，就有可能啊有这样子的想法，然后呢，我们啊就呃、啊、就就下决心啊，我要去我要去帮助天下所有的众生，嗯啊，这是第一个啊。那然后第二个，那我怎么样去啊这个呃、啊、帮助众生呢？具体啊，再具体一点的讲，那方法是什么呢？啊，唯一的方法，首先我自己要成佛，嗯，我成了佛以后呢。 我才有能力啊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第二个，我们啊下决心啊，我要成佛，呃、啊，我一定要成为像啊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人啊。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达到释迦牟尼佛的这种境界啊，这样子的话，那我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啊。这样子我们就下决心，我要成佛。这两个啊，这两个决心。 啊，加在一起啊，这就叫做菩提心啊。简单的说，这个就是菩提心啊，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菩提心呢，是整个大乘佛教咳咳啊，整个大乘佛教的灵魂啊，也是大乘佛教的精华，也就是大乘佛教的基础。呃、啊，等于就是说，没有这个菩提心啊，那就是不存在啊，这个所谓的大乘佛教。 啊、呃，大乘佛教为什么是大乘佛教？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菩提心，所以叫做大乘佛教啊咳咳。那我们以后学佛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奋斗的目标，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啊，今天我们这个听课之前呢，啊，希望大家也这样子啊发心啊。我为什么听课呢？呃、啊，原因是什么呢？啊，就是因为我要成佛，所以我来学。 啊、呃，成佛的方法啊，我是来学成佛的方法，我要了解一下一个人啊、呃，怎么样修成佛啊、呃？我来学习这个方法啊、呃。那我为什么要成佛呢？啊、呃，就是因为我要啊、呃、去啊、呃、帮助啊、呃、更多的人啊啊、呃，帮助更多的人为什么要成佛呢？啊、呃，就是因为成了佛才能够帮助啊、呃、更多的人，嗯。 不成佛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让其他的众生成佛啊。所以我来学佛、啊、听课啊的这个目标啊目的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啊，这个菩提心啊，这个非常的重要。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啊，以后的我们做任何事情啊，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做任何事情包括。 少香、白佛啊，然后就是松筋、持轴等等，所有的这个心山，啊，都不能离开。呃，这个菩提心啊，就是这样子。接下来我们、嗯、讲这个今天的啊这个课啊，那么我们、嗯、今天就是继续讲这个佛教的定义啊。所谓的定义，我们也就是说。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佛教而已啊，实际上我昨天也讲了佛教这么深奥的啊、呃、这个呃这个知识文化啊、呃，我们要给它定义这个有点难啊，但是呢我们就简单的介绍。那昨天我们咳咳啊讲到了这个什么是不是佛教啊，我们昨天讲过什么是不是佛教啊。 那我们今天呢讲啊，那到底佛教是什么？什么是是佛教啊？我们从从这个角度讲。首先、嗯、啊，佛教呃，佛教就是等于是佛佛佛学啊，佛学跟佛教呃，就是差不了差差别不是很大，嗯，啊、呃，佛教就是佛释迦牟尼佛。 啊，创建的一种一个教育，呃，叫做佛教啊。释迦牟尼佛创造的一个教育叫做这个佛教。嗯，那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人呢？嗯、他是一个人啊，还是是造物主啊，还是一个神仙，还是什么呢？嗯，首先我们、嗯、了解佛教的时候呢，首先要了解啊，释迦牟尼佛。 啊，这个人啊，那佛跟人啊有什么什么什么关系？那啊,啊，他他是到底是个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啊，首先我们从这里开始讲，嗯，简单的说啊，呃、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生平故事啊有很多啊，这个有大藏经里面呢有专门讲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这个故事啊，然后后来的人。 啊，编写的这个佛陀的故事也很多的，啊，大家可以进一步的去去了解。啊，简单的说，释迦牟尼佛啊，啊，他不是造物主，啊，他不是不是不是造物主，嗯，他不是万能神，啊，他也不是上帝，嗯，那他是什么？他就是一个人，啊，他就是一个人，嗯。 啊、呃，所以呢，他也不是神仙，嗯，他是人，不是神仙啊、呃，不是天人，他就是一个人，嗯，呃，<coughs> 那释迦牟尼佛他什么时候啊、呃、创建了这个佛教呢？啊、呃，哦、呃，这个方面在佛教佛佛教界确实有太多太多的不同的这个说法啊、呃，这个年份啊、呃，释迦牟尼佛是那一年啊啊、呃呃、这个。 三生啊，那一年缘集哦，这个方面呢，确实是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说法，呃、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这个佛教节啊、呃，就将啊，两千五百多年前啊、呃，那这个两千五百多年是南川佛教啊、呃，南川佛教的呃一种说法啊、呃，就是两千五百多年，嗯。 然后呢，藏传佛教里面呢，还有藏传佛教比较啊，呃，藏传佛教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说法啊、呃，但是大家比较公认的，就是两千九百多年啊、呃，有两千九百多年这样子，嗯、呃，那最近在这个有些地方啊、呃，发现考古学家就是发现了一些呃佛教的这个寺庙。 啊，就是两千六百多年前的呃佛教的这个寺庙，我们呃网上啊、呃、就看到一些这样子的信息，呃，但是到底是不是两千六百多年这个准准确不准确啊、呃？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去去了解。嗯，如果呃这个这个这个信息是准确的话，那两千六百年前的时候已经有了寺庙啊啊、呃呃、这样子的话，佛教。 这个就是在这个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已已经有了佛教，这个是肯定的，嗯，所以这样子的话，如果这个啊信息是准确的话，那佛教呃肯定就不是两千五百多年了，那方就佛教至少就是两千七百八百年这样子的这个这个时候啊啊具体的呢啊、呃、就是佛教界本身就有有有有。有有 比较多的这个不同的说法啊、呃，我们目前也没有办法去肯定啊、呃，哪一个是是是是最准确的这个这个说法啊、呃？这个我们咳咳要进一步的去研究，进一步进一步的去去了解啊。那、呃呃、就是在这样子两千五百多年，或者是两千八九百年这样子的时候呢，啊、呃，有一个人啊、呃，创建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非常。 这个完整的一个教育体系啊，这个叫做佛教，嗯，呃，呃那我们我们很我们很多时候听到啊，宗教啊这些宗教啊，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诞生的呢？嗯，我们很多人会说啊，因为古代的人他们对大自然的这个呃、啊、了解呃、啊、是很少啊，很少这方面很缺乏。 呃，就是因为这个时候，那个、呃那个时候呢，呃，科技不发达啊、呃，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呃没有办法去结识。啊、嗯、很多的这些呃自然现象，嗯，那这个时候呢，他们的这个生活啊受、呃、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大自然来自于大自然的委屈的时候呢，啊、呃，他们的心里啊、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恐慌，嗯，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 就是创建啊，创建了一种一种理念，一种意识形态，就是说有一个某一个神或者某一个啊这个完能的啊这样子的这个神仙啊啊来啊主宰这个世界呀啊等等，他们以这种方式来安慰啊自己啊，或者是用这种方法来揭示这个大自然的现象啊。 啊，这是这是呃，其他的咳咳啊学者啊、呃、说这个呃，宗教是一个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诞生的，嗯，那这个全世界的宗教，宗教也很多很多啊，他们是不是这种情况下诞生？这个我们先不说。那佛教是不是？佛教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情况下诞生的，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佛教当年释迦牟尼佛啊,啊，当年释迦牟尼佛。 就是在，呃呃，在他的这个呃家乡啊，呃，啊啊、释迦牟尼佛的家乡啊，今天也叫做加比罗维国啊。这个加比罗维国呢，啊，从尼泊尔的首都加都曼都啊，坐八个小时的车，或者是坐半个小时的飞机，就到达了这个佛陀呃诞、啊、生的地方，就是这个啊，就兰比尼啊。 啊，兰比尼，然后兰比尼在坐呃，在在在,在坐车啊，就呃有十五呃二十五公里的这个车程，嗯，二十五公里啊，就到这个这个加比洛维国啊咳咳，那这个是佛陀的啊这个故乡啊，佛陀的父亲叫做净藩王啊啊，这个净藩王他的、嗯、那个时候。 他的国家就在今天的这个加比罗维国啊，也就是尼泊尔跟这个印度的交接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尼泊尔境内。呃、那那个时候呢，就就就有有一个这样子的稍微比较小一点的国家，嗯，那这个国家的国王叫做金番王啊，太子啊，就叫做这个那个时候还不叫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 还没有啊，还没有这个成佛。释迦牟尼佛是后来的这个啊，成佛是那个时候还不是佛。呃、啊，那个时候就太子悉达多啊，太子悉达多啊，那他他他要创建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教育他的想法啊是来自于什么呢？有一天啊，太子啊出称。初生 啊、呃，就是到外面去啊，啊、呃，去呃，去看一下啊、呃，外面的这个他们的国家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情况啊，啊、呃呃，在这个之前呢，他基本上嗯都没有呃出去过这个他的这个王宫的门，嗯，那这一天他出去了以后呢，啊、呃，他详细的了解了一下、嗯、他们的这个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 啊，生活的情况，嗯，然后他就发现了啊，有些人啊生病啊，有些人死亡，然后有些人特别特别的贫穷啊，有些人就是衰老，然后他就发现了啊，生老病死啊这样子的这个痛苦，生老病死的痛苦在折腾很多很多很多的人，他发现啊，他们的这个国家里面啊，很多很多人。 啊，就是咳咳啊，面对啊、呃，这样子的这个不同的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啊，然、啊、后这个时候呢，他特别特别的这个咳咳啊难过，嗯，他特别的难过啊，他想啊，他想了啊，有没有什么方法啊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嗯咳咳，然后他也看到了，同时他也看到了呃这个修心人、嗯、啊。 当然，这个时候呢，没有佛教的修行人啊，连佛这个时候都还不存在，所以更不可能有佛教的修行人。嗯，但是呢，其他宗教的这个修行人啊，他也看到了这样子的修行人。嗯，那然后他就啊，就回来的时候呢，那就他特别的啊难受，他这件事情呢一直都在他的心中。嗯，然后他反复的去思考。 呃，怎么样去这个解决？呃，这个咳咳他看到的这些痛苦，嗯，然后呢，啊、呃，他就觉得，啊、呃、因为他看到了有些啊、呃、修心人，嗯，然后呢，他想啊、呃，就是这些修心人通过他们的这种方法啊、呃，这种修心的这种方法，应该是可以解决啊、呃、这些这些人的啊、呃、这些老百姓的。 生老病死的痛苦，他认为是应该可以的。嗯，啊，这样子以后呢，他想啊啊，他不想当啊，这个、嗯、国王啊，他本来就是要当国王的啊，金方王的太子。啊，他很快就要这个呃、啊、当国王的，但是呢，他对这个国王啊，这个王维啊，一点啊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一直都在想。 呃，怎么样去解？怎么样去解决他们的这些痛苦？嗯，呃、那最后呢，他啊、呃，他想啊、呃，他下决心啊、呃，他就啊、呃，就逃离这个王宫啊、呃，出去寻找啊、呃、这个方法。嗯，下了决心以后呢，啊、呃，这个金方王他发现了这个啊、呃、他的想法啊，然后就是啊二十四小时的守着。嗯。 不让他出门啊！但是最后呢，他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最后就是，啊，就就就最后呢，他还是终于啊，就就逃出去，嗯，然后寻找了呃、啊、这个方法。当时还没有佛教，他就找了一些，啊，当时的这些印度的其他宗教的啊这些修行人啊，就找了一些这样子的修行人，把他们啊当做自己的老师，学了一些。 呃，禅修啊、呃，学了一些禅修的方法啊啊、呃呃，但是呢，最后呢，他也发现啊、呃，这个禅修哦、呃，不能解决，最终还是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啊、呃。然后呢，他就就去自己去寻找啊，自己去寻找啊、嗯呃呃，这个真相啊、呃，去了解啊、呃，我们人为什么衰老啊、呃，为什么生病啊、呃，为什么痛苦，为什么？ 有这么多的这个痛苦，他自己去寻找啊，苦心了六年啊，苦心了六年，但是这个六年，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他最终还是认为啊，这种苦心的这种啊咳咳方法还是不能啊，不能啊这个证悟啊，也就是不能啊明白啊为什么人为什么痛苦，为什么衰老啊，他找不到这个原因。 最后他，他啊，放弃了这个苦修的这种方法啊，到了这个菩提啊菩提伽呀，然后通过另外一种方法去啊打坐修心啊，在在就在就在就在,就在比较快的事件当中，就在菩提伽呀啊整悟了啊整悟了，他终于找到了我们啊人为什么有这个生老病死啊的这个原因，以及。 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生老病死的方法啊？他都找到了，找到了以后呢啊，就七七四十九天啊，就四十九天的时间当中，然后他觉得他虽然是找到了这个答案啊，但是呢，这个答案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深奥啊啊！如果我去讲啊，当时的人能不能够理解啊？ 他怕可能没有人能够理解，可能没有人能够听得懂啊、呃，可能没有人能够接受啊、呃，这样子佛陀就由于啊就没有去立即就去去传啊、呃、去传播啊、呃、他的这个思想啊、呃 <coughs>，然后七七是四,四十九天啊过去了，他什么一句话都没有说，然后这个时候呢啊、呃、有些人啊、呃、就。 请求释迦牟尼佛，他们知道释迦牟尼佛真悟了啊、呃，他有一些呃与众不同的啊、呃、这样子的这个智慧，然后有些有有些人来啊、呃、请求释迦牟尼佛啊、呃、给他们啊、呃、传授呃他的这个智慧啊，然后从此开始佛陀就开始这个转发轮啊、呃，也就是这个呃传。 佛佛佛法啊，这样子的佛教就是在一个这样子的情况下诞生的啊，他不是啊，释迦牟尼佛不是因为啊解释不了这个大自然的现象啊，或者是大自然啊对对这个太子悉达多的生活有什么委屈啊，所以他就解决解释不了，所以他创立佛教不是这样子，那、啊、他整天就在这个王宫里面啊。 他就是国着这个国王的生活，他的生活有什么委屈？没有什么委屈的。嗯，<coughs> 那他的这个东极啊，他要创建一个这样子的教育的这个想法啊，就是来自于看到了这些人的生老病死的这个呃、啊、痛苦啊，然后他想解决这些人的啊这个痛苦，所以他就啊他就啊离家出走寻找这个方法啊，所以佛教。 啊，它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下，也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大慈大悲，嗯，这样子的这个基础上啊产生的啊，它并不是恐慌啊什么什么，啊，不是这样，佛教绝对不是这样子。然后释迦牟尼佛啊，他在一生当中啊，释迦牟尼佛在一生当中，呃、啊，佛陀啊，他出走的时候，他离开这个王宫的时候，就是二十九岁，嗯。 然后呢，出去啊、呃，就是用了六年的时间，呃，六年的时间，呃，修心，嗯，然后最后啊、呃，成佛，然后呢，成佛的时候就是三十五岁啊、呃，然后王侯的日子啊、呃，佛陀就是呃，在印度啊，生、呃、生活了啊，八、呃、十岁啊、呃，就是就是就是活活了八十八十一岁，嗯。 那后面的这个事件当中啊，全部都是啊、呃，这个弘法离神。嗯，那佛陀的这个整个的啊、呃，这个一生当中，他讲的这个发啊、呃，当时啊、呃，当时是佛陀在的时候呢，是没有文字的这个记录啊、呃，没有文字记录的。嗯。 呃、那个时候呢，有文字啊。那个时候已经人类已经有文字，早就有文字。然后呢，印度也有，也有，也有文字。嗯，但是呢，他们没有记录。嗯，呃，佛陀远寂的啊、呃，佛陀远寂的第二年啊、呃，然后就佛陀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学生啊、呃、聚在一起，然后大家啊、呃、所听到的啊、呃，就把所有的这些佛佛陀讲的这些话。 啊，全部，全部记录下来啊！那是佛陀圆寂的第二年啊，开始这样子的。嗯，从此以后呢，就这个世界上啊，有了佛经啊，有了佛经。在这个之前啊，有佛啊，有佛在讲法啊，但是没有这样子的书本啊，这个之前是没有的。嗯、大家都是记啊，大家都是记。嗯。 但是这些这个时候啊、呃，他们怎么能够记得住呢？因为他们啊、呃，大多数的这些佛的这些大弟子啊、呃，他们都是都是真武的人，嗯，都是阿罗汉啊、呃，都是菩萨，阿罗汉啊、呃。那阿罗汉和菩萨有一个啊、呃、特殊的功能啊、呃，特殊的功能呢，就是。 佛陀讲的所有的这个呃这这些这些法啊，不仅仅是佛讲的内容啊，包括佛勇的这些词啊，都像录音机一样啊，就录在他们的啊心里或者是大脑里面啊。这是这个不亡集啊，能够全部能够记录下来的，这是一个修啊，这是一个一个禅定的一个功能啊，禅定。 修到一定的时候呢，啊，他就会有这种这种功能，嗯，他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所有他听到的，只要他想记啊,啊，全部都能够记得下来。所以这些这些佛陀的这个弟子当中啊，已经到达了这种境界的这些人，所记录下来的这些佛教的佛佛陀讲的所有的佛法啊，然后第二年就把它全部记录下来，然、啊、后就是就就开始有了。 佛经啊、呃，这样子。那佛佛释迦牟尼佛在一生当中，他转了三次的法轮啊、呃，三次法轮啊、呃。虽然在一一生当中讲了很多很多的法啊、呃，非常的多，但是呢，啊、呃、但是这个呃，总的来说，这个可以归纳为三个不同的啊、呃，三个不同的这个这个佛法。啊、呃，第一转法轮。 第一专法论就是佛陀，呃，这佛陀这个呃，正呃成佛以后的啊，第第四十九天，七七四十九天以后就开始讲的这这些啊，就是叫叫做呃呃一专法论啊，第一专法论。那么它的内容呢啊，今天就是叫做叫做这就是南传佛教啊，南传佛教那。 呃，北传佛教里面呢，呃，汉传佛教里面也有，然后藏传佛教里面也有，但是呢，南传佛教里面呢，这个巴利文啊、呃、所记录下来的这个佛经呢，就是这些佛经，然后没有第二专法论和第三专法论，这些都是没有的，只有第一专法论，所以呢，南传佛教他们认为他们的佛教就是叫做原始佛教啊，原始佛教。 佛陀当年啊，只讲过这些啊，只讲了这些法，没有其他的。嗯，其他的这个北传佛教，比如说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他们所记录的这些佛法呢，其实不是佛不是佛讲的，而是后来的人写啊写下来的啊。啊，这个是南传佛教，他们的观点，嗯，他们的观点，但是。 大乘佛教他们不认同啊，大乘佛教就认为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啊转了三次的法轮啊，第一次的法轮才是啊南传佛教的这个巴利文记录下来的这个所谓的原始佛教啊，然后第二转法轮、第三转法轮呢啊那就是这个啊就是大乘佛教、嗯，是大乘佛教。那这三个这三个法轮有什么不一样？当然有很多不一样，但是。 简单的说啊，佛陀的这个第一专法轮呢，等于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小学啊，小学的这个这个这个内容，嗯，然后呢，第二专法轮呢，等于就是中学啊，然后第三专法轮最后的就是佛，呃、啊，看到啊，他一生的这个讲法，然后就大家都能够比较能够接受的时候。 他最后就讲出来了这个最最最深奥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像大学的啊课程一样啊，小学的课程、中学的课程、大学的课程啊，这就是佛，就是初转法轮、二转法轮、三转法轮，那么这个全部加起来啊啊，这叫做北传佛教啊，北传佛教就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啊。 啊、呃，还有这个，然后这个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啊、呃，然后就最后呢，还有日本的佛教、韩国的佛教，很多很多啊，亚洲很多地方的佛教，呃，叫做这个北传佛教啊，也叫做大乘佛教啊，这样子，呃，这些都是啊，这些是佛教的、呃、佛教是什么样的人啊创建的，嗯，然后呢，什么样呃，他创建了一个什么样的？ 啊，佛教啊，简单的说，什么时候，啊啊，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呃、佛啊，我们刚才讲了，佛释迦牟尼佛啊，他不是他不是朝物主啊。比如说，呃、啊，佛教跟其他的宗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其他的很多很多宗教，他们认为啊，有一个神啊，然后这个神他是完能的。 啊，它是完能的。呃，那佛教第一个，我们昨天也讲了啊，佛教，它不认为有一个这样子的神的存在，他认为没有一个完能神，没有一个造物主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佛教就是一个无神论者啊，它就是一个无神论者，它不不承认啊、呃、有这样子的造物主，嗯。 然后呢，佛教啊，他们也不会说释迦牟尼佛是完能的，嗯，佛教不会说释迦牟尼佛是全能的，嗯，如果啊，释迦牟尼佛他是全能的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今天我们的社会啊，我们这个世界、啊、不会有战争啊，不会有痛苦，这些都不可能有的。 为什么呢？既然佛是万能的，他为什么不控制战争啊？为什么不控制我们的这些痛苦呢？啊，他为什么让我们痛苦呢？啊，呃，这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呢，啊、呃，佛教啊，他、呃、从来都不会说释迦牟尼佛是佛是全能的，嗯，但是佛教会说释迦牟尼佛他是全智的啊，他、呃、是全智的，他不是全能的，嗯。 我们的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很多的规律啊，这些自然的规律，比如说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啊，还有就是人的前世后世啊，等等等等，还有六道轮回，这些都是啊，不是释迦牟尼佛啊创建的，这些都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一种自然规律。嗯，佛教我们刚才讲了。 两千五百年啊，最多也就是啊两千九百年、三千年啊。那这些规律呢？这些自然的规律呢？三千年前啊，四千年、五千年啊，一万年前有没有？都有的，嗯，都有的。但是这个时候佛教还没有诞生，嗯，所以这些自然的规律啊，这些自然的规律，佛教还没有诞生的时候，人类啊已经存在啊。 然后呢，人类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呢，很多的动物存在啊。然后这个动物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存在啊。那这个大自然生物啊，他们的这些规律啊，佛教没有诞生的之前就存在的。所以呢，佛教就说哦、啊，这个都不是释迦牟尼佛创建的啊，而是释迦牟尼佛发现的啊。 比如说山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创造，而是释迦牟尼佛发现的，啊，释迦牟尼佛他不是宇宙真理的创造者，而是他是发现者，啊，佛陀就是发现者，他不是创造者，释迦牟尼佛创造不了啊这样子的这个世界，如果他真的能够创造。 他真够真的能够控制这个世界的这个局面啊啊！这样子的话，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里面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个啊遭受啊痛苦的人啊，不会有的。为什么？因为佛这么大慈大悲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如果他能够控制这个啊世界，那他为什么啊让我们去痛苦呢？他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多的自然灾害？为什么有这么让？ 这个世界上，他为什么让发生这么多的战争？嗯，咳咳所以啊、呃，这个这个逻辑上说不过去的。所以呢，佛教啊、呃、不认为释迦牟尼佛是创造之，嗯，他是发现之啊、呃，这样子。那这个是呃，这个佛教是这样子诞生的啊、呃。然后他的诞生的目的啊、呃，目的啊、呃，我们已经看出来了。他诞生的目的是什么？嗯。 他就是为了啊、呃、解决这些人的生老病死的这个痛苦而诞生的，嗯，他不是某一个国王啊啊、呃呃，或者是某一个人啊、呃，就为了达到个人的某种礼仪，就创建了各种各样的学说啊啊、呃呃，他不是这样子，他就是啊、呃，他就是为了解决啊、呃、这些人的啊、呃、这些人的生老病死的痛苦。 最后佛，佛、呃、啊就创建了一个这样子的教育啊。那么，我们昨天也讲过了，佛教到底它是不是宗教？啊、呃，也有不同的不同的说法。所以我们可以说，佛教啊，它确实是一种教育，它就是一种方法论啊，它就是一种方法论，它就是一种教育，嗯，完全是一种教育啊。我们。 进入了佛教以后呢，我们详细的去研究，详细的去呃仔细的去了解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这个里面呢没有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信仰的这个成分啊，都是在讲一些啊实实在在的啊东西啊，就是在讲这个大自然的这个规律啊，还要在讲人的这种，尤其是讲人的啊。 这些这个心理的啊、呃、变化的这个规律啊、呃，然后怎么样去改变人的这个心理变化啊、呃？怎么样去改变等等啊、呃？他就是讲这些，所以呢，他就是他也是、呃、他就是一种方法论，他就是一种教育啊、呃，可以这么说啊、呃。然后他是不是宗教呢？我们昨天讲过了啊、呃，我们怎么样去定义这个宗教这两个字啊、呃，来决定。 到底佛教是不是宗教啊？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佛教啊就是一种教育，这个、这个、这个是没问题的。嗯，啊，就释迦牟尼佛就创建了一个这样子的教育。好，这是第一个啊。我们今天讲第一个啊，第二个啊，那这个教育里面呢，它包含了包含了什么？嗯，它的核心的价值啊是什么啊？那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啊。第一个，我们首先。 啊，把佛教可以分啊三种不同的佛教啊，第一个啊，第一个叫做人天佛教啊，最最最低层次叫做人天佛教或者是人天乘啊。第二叫做小乘佛教啊，第三就是大乘佛教啊。乘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古代的这个交通工具啊，咳咳人拉的车。 或者是牛马啊拉的这个车，嗯，没有我没有没有汽车没有火车，但是这个这种车啊，佛陀的时候都有啊，很多的这些商人啊做买卖的时候，平时都是用这种车啊。那这个车这个交通工具，乘就是这个交通工具的意思啊。为什么佛法就是用这个交通工具来啊？ 表达这个佛教的意思呢？比如说这些交通工具可以把人从这个地方啊，可以送到啊他想去的地方啊。交通工具啊，就是我们把他人想去哪里，他就可以把人送到哪里。嗯，同样的，我们学佛啊，学佛的话，比如说我们佛法啊，就像一个交通工具一样啊。我想去哪里啊？他可以把我带到哪里？啊，所以呢？ 乘啊、呃、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大乘、小乘啊、呃，大乘就是意思，是意思就是说，它这个车里面可以装，啊、呃，装的比较多一点，嗯，可以装更多的人啊、呃，所以呢，就是就是大乘佛教，啊、呃，就像火车啊啊、呃呃、一样啊、呃，然后小乘呢，它同样也是交通工具，但是呢，啊、呃，它不能装太多的人啊、呃，所以叫做小乘佛教，嗯。 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嗯，然后人天佛呃人天成或者是人天佛教啊，那人天佛教它是什么呢？它既不是大乘佛教，又不是小乘佛教，它是另外一种佛教啊。那这个另外一个佛教啊，另外一个佛教，呃，它为什么有一个另外一个佛教呢？啊，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这两个佛教，他们都是他们的追求是什么呢？ 他们追求啊，这个解脱啊，解脱的意思就是说，他们都不像啊，在轮回当中啊，这样子轮回，他们不像在轮回，嗯，他们认为这个轮回啊，六道轮回，嗯，六道轮回都是很痛苦的啊，呃，充满了痛苦啊，所以他们他们认为啊，六道轮回当中啊，最好的就是人类啊，但是呢。 人间也有这么多的痛苦啊，人间有这么多的自然灾害啊，人间有这么多的战争啊，人间有这么多的这个饥荒等等，有太多太多太多的人为的、不是人为的这样子的灾害很多啊。如果我们一生当中没有遇到任何的这样子的人为或者不是人为的自然灾害啊，那也有生老病死。 啊，每一个人，不管是有钱的、没钱的，啊，有权利的、没有权利的，有名的、没有名的，所有的人都要面对生老病死，我们大家都要面对，这是一个时间的早晚而已啊，都要面对。所以他们认为啊，这个轮回其实，呃，没有什么幸福啊，在轮回当中呢。 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幸福，有有没有幸福有啊？有没有快乐有啊？但是我们像像芝麻小的啊，这个幸福和快乐要付出像西瓜那么大的啊代价啊，我们要付出很多很多才能够换来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幸福和快乐啊。然后我们寻找这个幸福和快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然后我们也也也遭受很多很多的不公平的待遇啊，很多很多的这个身心的啊痛苦啊，要付出很多这样子。所以呢，他们认为啊，我一直都在这个轮回当中，这个不是一个办法啊。所以呢，我要超越这个轮回啊，我就是要从这个轮回当中要走出去啊。大乘和小乘都是这样子的观点，嗯。 那就是有这样子的想法的人啊，有这种想法的人，他可以学大乘佛教，也可以学小乘佛教啊。但是另外一种人啊，那他完全是他的想法是不一样。另外一种人啊，他认为这个轮回啊，轮回很幸福啊，他觉得人间很幸福啊，人间很幸福，他觉得这个生活啊很很不错啊，所以他们。 不像解脱啊，他们认为我不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然后我也不要成佛，我不像成成为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啊，我也不想啊成为阿罗汉啊，这些我都不要，这些都不要。那、嗯、那我要什么呢？我就是要一个幸福的生活啊，要不就在这个人间啊，要不在这个天人当中啊，我只追求啊这个幸福的。 生活，其他我都不追求。嗯，有呃有有有这样子的一群人啊，而且这个人的就是数量是相当大的。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子啊，我们包括我们学佛的人当中啊，大部分的人都是都是都是这种想法。那这种人啊，那怎么办呢？啊，这个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啊佛教。 诞生了，这叫做人天成啊，意思就是说你，你你乘坐啊这种交通工具，可以把你带到人间啊，也可以把你带到天人啊啊，这这种这个方法啊，叫做人天人天佛教啊，人天佛教是有这样子的三种不同的啊，三种不同的这个这个佛教，嗯。 然后这三种不同的佛教，啊，三种不同的佛教，那就我们可以自己可以选啊。我们进入佛门了以后呢，那进入佛门以后，然后我们看我们选哪一个啊？呃，我如果我我不想成佛啊，我不想成佛，我也不想度众生啊，那就是可以。 解决自己的生老病死的问题啊！如果我们也不考虑啊，我不需要，不需要这个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我就要在这个轮回当中啊生活啊，那这样子我们可以选啊，这个人天啊，人天佛教或者是人天成，有三种不同的选择啊，我们。 啊，就是一个门外的人啊，走进来了以后呢，走走进这个佛教以后呢，我们会发现啊，这个门进去了以后呢，我们我我们会发现啊，这个里面就有三条不同的路，嗯，那这三个不同的路我们都可以选择啊，一个啊是人天下一世，或者是这一世我享受生活，然后下一世我也创造啊幸福的这个生活啊。 不管是这个生，不管是这个人间有幸福也好，没有幸福也好啊、呃，反正我们世俗人的这个这个这个幸福，世俗人的心目当中的这个这个呃这个快乐是肯定是有的啊、呃，肯定是有的。比如说佛菩萨他们的这种高标准啊、呃，这种高标准来衡量的话，那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幸福了，没有这个快乐啊。呃 没有的，但是呢，我们世俗人用用我们自己的标准啊去衡量的话，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还是有幸福的，还是有快乐的，只不过幸福和快乐的时间啊不是很不是很长，嗯，然后痛苦的时间就比较比较比较长啊。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就是为了得到一点点的这个幸福和快乐，我们要付出很多很多。但是呢，啊、呃，有可以得到这个幸福和快乐啊、呃。那如果我愿意啊、呃，就是走这条路，那我就可以走这个，可以可以选择任天成啊、呃，这是自己的选择。嗯，然后没有人啊、呃、告诉我们你一定要选择什么什么，你一定要走什么路，哦、呃，没有这样子，没有强迫我们啊。呃 都是要，都是都都是要要靠自己，嗯，啊，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啊，那有些人就觉得，我们刚才刚刚讲过了，他觉得这个轮回里面呢，全是这样子下去啊，啊比如说我我，假如我反反复复的可以来到这个人间啊，也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幸福啊啊，那。 下一时啊，说不定如果我啊啊，如果运气不好的话，那就有可能我躲地狱啊，躲恶鬼啊，我到时候有可能变成一个动物呀、啊，啊，都有可能的，所以非非常的危险啊，所以我还是不要轮回，我要解脱啊那这样子我们可以选择第二条路啊，但是这个人呢啊，他就是想啊，我只解决我自己的我自己的生老病死啊。 那么其他人的生老病死啊、呃，我先暂时我不考虑，我只考虑我自己的那、呃、这个解脱。那、呃、这样子，我们可以学小乘佛教啊、呃，我们可以学小乘佛教，也就是咳咳南传佛教。好、呃，然后第三个选择呢啊、呃，然后有些人觉得啊、呃，我一个人是可以可以解脱的啊、呃，可以解脱的。但是呢，我们啊。呃 这个地球啊上的人类来讲，就是有七十多亿人口啊，这个当中这么多人当中呢，我一个人解脱了，那还那么多人还没有解脱啊，那我一个人解脱了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嗯，所以呢，我要啊想办法让大家解脱啊，让大家从这个轮回当中走出去啊，我一定要像一个这样子的办法，嗯，啊这种人。 我们可以选第三条路，就是大乘佛教啊，就可以做大乘佛教啊，就是这三个不同的这个呃选择，这三这三个叫做三种佛教啊，三个不同的佛教。呃，那这三个不同的佛教，它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它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啊，我们走这我们走这三条路啊，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啊，有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走这三条路呢？啊，第一个，如果我们选啊这个任天成这样子的话，那他的要求不高啊，要求不高，啊、呃，这个比较比较比较简单啊。第一个啊，我们相信啊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第一个就是相信啊这个因果报应。第二个啊相信。 人的轮回，转世轮回啊，人死了以后呢，啊，不是所有都都结束了啊咳咳，然后还有下一世啊，只不过就是一个人生的旅途结束了，但是这个结束啊，上一个旅途结束，实际上就是下一个啊，这个结束就是下一个旅程的开始，嗯，所以什么也没有结束啊，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结束啊。 那相信这个这个呃呃轮回，只要有这两个啊，非常的简单，只要有这两个，啊、就那就那就他的他的观点啊简洁啊上面呢啊就就可以了，没有没有更多的要求啊，只要有只要相信轮回啊，只要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个条件啊这个他的观点方面的这个条件具备了。 然后第二个呢？啊，那有了这个观点以后啊，他在行动上啊，实际的行动上有什么要求呢？尽量的啊，尽量的行善断恶啊，行善断恶就可以了。我们尽量的去啊，行善啊，做善事、嗯，做善事。那做做善啊，行善有很多很多种的这个方法啊。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简单的说，他们的这个标准啊，区分怎么来划分呢？嗯，简单的说啊，凡是古夷啊、上海其他中省的啊这种言行举止，包括我们的七旬冬年啊，圈不动啊，叫做恶啊，圈都就叫做恶啊。凡是想帮助其他人啊，凡是想利益其他生民的。 这些言行举止，包括他的这个起心动念，全部都叫做善啊，都叫做善。嗯，所以善和恶啊，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善啊，很多很多的这个呃善啊，我们可以去选择。那、啊、呃咳咳，有各种各样的心善的方法。那、啊、这个善有各种各样的善。嗯，然后恶也是这样子啊。佛教里面讲。 呃，十个善和十个恶啊、呃，呃，这个十个其实不仅仅是十个，有很多，但是这个十个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啊、呃，十个善和十个恶啊、呃，那这十个善我们尽量的去做啊、呃，十个恶啊尽量的回避，尽量的不做啊啊，呃、那这样子以后呢，他同时他可以啊、呃、相守。 现在的当下的他的生活，可以可以，他可以过一个很好的生活，嗯。然后佛教啊、呃，我昨天也讲过了，佛教他永远都不主张啊、呃、这个苦心啊、呃、苦心，比如说我有有这个条件，但是呢，我故意的去过一个苦心的这个啊、呃、日子，这样子的话。 啊，佛教就认为这个是没有用的啊。佛教要修行，是要修自己的心啊，要改变我们自己的心啊，并不是改变外面的一些心识。嗯，所以呢，这个比如说啊，我们去接受一个苦行啊，过一个很艰苦的这个生活，这样子的话，有可能反而我们的内心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烦恼啊，各种各样的烦恼啊。 啊、呃，对这个生活的这个呃不满，然后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抱怨啊，有很多很多的丑恨啊、呃，那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呢，佛啊、呃，佛教，他不是啊，他、呃、不是不是很啊、呃、助长这个这个这个苦心，嗯，所以他日子啊、呃、怎么样过都可以的啊、呃。在这个上面呢，啊、呃，这个观点上，就比如说其他宗教跟佛教。 也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呢？佛教它不认为人到这个世界上啊、呃、来受苦的啊、呃，不是来受苦的。嗯，佛教就是说人啊、呃、到这个世界上啊、呃、到这个世界上是来啊、呃、享受他的生活的啊、呃。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是人啊、呃？那东吴他为什么不是人呢？啊、呃？ 那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上一世、再上一世的时候呢，我们行善,、啊、善积德啊，行善积德啊，我们就有今天的这个机会啊。那么我们今天拥有这样子的这个啊生活，当然我们人类的生活有各种各样的啊不同的水平，但是呢，总的来说比啊比。 比这个动物比其他的生命好的啊，那我们为什么拥有一个这样子的生活呢？啊，这个不是偶然的机会啊，这个也不是某一个生或者是万能的神给我们安排的，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啊，是我自己的上意识行善积德，今天啊我们有了这样子的生活，所以我有权利啊去享受我自己的这个生活。 我们信了善啊，行善积德以后呢，啊，我就来到了这个世界。那么我是来啊，这个享受我上一世啊，行善积德的这个国宝，我是来享受这个国宝的啊。所以，所以佛教不会说人到这个世界上啊来受苦的啊，这个这个不是佛教的说法，佛教不是说。 如果是地狱的话，那佛教肯定会说地狱的众生，他为什么到这个地狱呢？他不是来享受他的生活，而是他他是来啊、呃、受苦的。嗯，然后恶鬼还有动物也是很多的动物也是很痛苦的啊、呃。绝大多数的动物的这个痛苦，野生动物的痛苦，第一个是他们的愚昧啊、呃，还有一个更大的痛苦是相互之间的这种残杀啊、呃，这是他们的最大的这个痛苦。 那么东吴啊、呃，或者是恶鬼，他们到这个世界啊，是来来受苦的啊、呃？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们过去啊，过去啊，这个遭罪啊、呃，现在啊、呃，就是变成了恶鬼，变成了这个地狱这样子啊、呃，人就人就不一样的啊、呃，所以这个人天臣啊、呃，人天佛教，它一方面呢。 还可以享受他自己的这个这个生活，同时创造了啊下意识的更好的更呃更好的这个生活，嗯，那这样子啊，有些人很多人呢啊，他暂时不考虑成佛，也不考虑解脱啊，他就想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啊。那如果想我们希望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的话，那我们也得要去想一想啊，这个幸福的生活。 啊，来自于什么？啊啊，是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的？只要有钱就可以幸福，是不是这么简单？啊，那我们也进一步的去了了解啊。那佛教的解释啊，就不是这样子。有钱啊，可以让我们带来啊安全感啊，有些时候呢，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感啊，这个、一点是不可以否定的。 啊、呃，但是呢，也不是因为有钱就可以幸福，完全不是这样子。这个我们的理解错了啊、呃。那如果如果你不想解脱啊、呃，暂时不想解脱，可以啊啊、呃呃。但是呢，这个幸福的生活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因素，这些条件都具备的话，我们才可以拥有这样子的这个、呃、这个生活。我们今天的啊、呃、生活，不管怎么样，比东武比其他的众生。 好的多啊、呃！那这个生活它是它是怎么来的啊、呃？我们认为就是偶然，但是不是偶然？它有很多的因素，它也有很多客观的因素，它也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因素啊、呃，都有的。那这个是呃，人可以创造啊、呃、自己的生呃自己的这个未来。佛教就是认为啊、呃，我们的未来啊、呃、不是啊、呃、某一个生来。 啊，来安排，啊，创造啊，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掌控啊，完全是人的命运啊，人的未来，呃，完全是可以自己掌控啊咳咳，啊，这是第一个选择了，然后第二个选啊，这个是这个第一个选择的，它需要具备的这些条件啊不多，呃、啊，很简单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小乘佛教。 啊，小乘佛教那它需要什么样的这这个呃条件呢？啊，一般大乘佛教、小乘佛教都都讲啊，这个呃佛教的所有的修心啊，所有的修心可以归纳为三个字啊，三个字，三个字就是结定回，啊，就这三个。小乘佛教它也讲结定回，啊，大乘佛教它也会讲这个戒定。 回啊，那小乘佛教啊，它需要需要它的结是什么？它的定是什么啊？它的回回就是智慧啊，是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在家人啊，他的这个节律很简单啊啊，最多最多就是最多的节律就是无条件啊，无条件嗯，但是。 啊，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可以受无条件，要这个要是无条件，还是一条件还是两条件，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啊，自己决定。比如说，我可以受无条件，那我就决定我受无条件啊。如果我认为无条件我还有一定的难度，我就考虑三条件，两条件啊，都可以的啊。这叫做节，嗯，节律。 我们啊，我们很多的这个不太了解佛教的人啊，他们很多人觉得佛教有太多的节律啊，本来他想学佛，但是呢，有太多的规矩啊，有太多的节律啊。那我们很多人是不喜欢太多的约束啊，很多人不喜欢太多的约束，嗯，尤其是很多的年轻人就不欢迎啊太多的这些约束啊。 那这样子以后呢？他本来想学佛，但是呢，他怕有太多的约束、太多的规矩，就不想、不想、不想、不敢学佛。有这种情况啊，这个比较普遍啊。但是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不了解佛教，我觉得这样子很可惜的啊。不了解佛教，佛教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没有那么多的规矩啊，也没有那么多的啊，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呃节律啊。 只要你心善啊，那什么都是都都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只要我们的心啊恶啊，那这样子的话，很多表面上看起来做的很好，但都是没有用的。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心啊处于这个善的状态啊，这样子啊，他怎么样说话，怎么样做事啊，都不是问题。所以呢，尤其是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它是。 最人性化啊、呃，它是最啊、呃、最最开放的一个啊、呃、一个这个这样他、呃、它的所有的戒律都是很开放的。嗯，只要是利他啊、呃，比如说大乘佛教里面啊利、呃、他啊、呃，如果我是利他的东西啊，那这样子的话，你为了利他，为了利众生，利利别人哦、呃，你什么都可以的啊、呃，都没有问题的。嗯，然后。 为了为了为了利益自己去伤害别人啊，那这个不可以，这个什么都不可以的，嗯，什么样的事情都不可以。但是如果你是利啊利他利他的心啊啊这样子什么都都都都可以，嗯，所以佛教里面没有那么多的戒律，我们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五条戒啊，杀到淫王酒就这五个啊，那这五个当中。 比如说，我们收一条也可以，两条也可以，三条也可以，都可以，都是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决定，所以一点压力都不会有的啊，这就是结，嗯，然后定啊，定就是大作啊，大作，大作修心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不管是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啊。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现代人就只懂得训练自己、锻炼自己的肉体啊，因为我们不锻炼啊，身体不健康，慢慢慢慢就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很多人到外面去跑步呀，到健身房啊去这个运动啊，有很多啊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发现啊，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认为啊，我们只知道我们不锻炼身体的话，身体会生病，只知道这一点啊。然后我们不知道，如果不锻炼，我们的精神就精神生,生病啊。这个我们不知道啊，也忽略了啊，也忽略了这一点。嗯，其实这两个是完全是一样的啊。我们的这个身体不锻炼。 啊，就生病，这个大家都清楚。同样的，我们的精神啊，不锻炼啊，不锻炼，那、啊、然后就就出现很多很多的啊，很多的这个精神上的疾病啊，精神上的疾病啊。那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啊，就是现代人的这个，因为生活压力大，节奏快，这样子，工作压力大，这样子的情况下，哦、啊，这个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突出。 啊，越来越突出精神上的这个疾病啊，各种各样的疾病啊，最严重的就是抑郁症，嗯，然后太多太多的这个精神上的疾病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精神上的疾病的这个清单哦、啊，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啊，这样子，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去训练或者是锻炼自己的这个精神啊。 自己的精神，我们从来都不去管理他啊，不管理，不管他，嗯，然后呢，他每天就是吸收很多很多的外面的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每一天我们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婚姻感情各个方面啊，就吸收了很多很多的负能量。 啊，然后这些东西呢，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去解决或者是化解啊，然后没有办法化解的时候呢，当他没有办法哦、啊，当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他在我们的这个精神当中啊，慢慢的发展，慢慢的发展，最后啊，然后我们的精神啊，就出问题，嗯，出问题啊，最后就是这样子，那这个需要。 锻炼啊，需要锻炼，就像我们的身体需要锻炼一样，我们的精神是必须要锻炼的啊！锻炼我们的精神才可以健康啊，可以健康。这个健康有很多的标准啊。 有很多的标准，有我们现实生活啊，从这个角度讲的标准啊，也有佛教讲的这个标准。佛教讲的这个标准呢，也有高标准，也有低标准，有太多太多的标准。嗯，<coughs> 那我们必须要大佐啊。大家应该知道的啊，美国谷歌公司啊，他的员工啊，呃，他的员工啊，当中啊。 他们就是推啊、呃、推崇大家去啊、呃、这个呃禅修啊、呃，大家去禅修打坐啊，然后他们的 Google 公司的这个禅修的课程，嗯，都是来自于佛教啊、呃，全部都是来自于佛教，全部都是佛教的这些这些禅修啊、呃，然后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对对对,对外的这个禅修的课程啊、呃，他们的公司。 向这个禅修啊、呃、推广啊、呃、全世界啊、呃，然后有对外的这样子的课程，嗯，然后有他们内部自己的这个对对他们的员工的这个课程啊、呃，有这样子的课程啊、呃。那我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呢，也跟他们的这个禅修的教练 啊，就交流过啊，了解了一下，那么他们到底在在修什么禅修？嗯，那全部都是佛教，佛教的禅修，有些呢啊是来自于这个南传佛教啊，南传佛教来自于泰国啊，来自于这些地方的缅甸这些地方的啊，有些呢就是来自于藏传佛教啊，藏传佛教里面连藏传佛教用的这些藏文的名词。 啊、呃，他们都没有改，直接就是用这个名词，啊、呃，这样子，他们就是吸收了这些东方文化里面的这些训练、锻炼啊、呃、精神的这些方法，啊、呃，就是用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呃，就用到他们的员工啊、呃、当中，嗯，然后员工啊、呃、有专门的这个禅堂啊啊、呃呃，他们建议啊、呃，他们鼓励他们的员工到这个。 禅汤去大佐啊、呃，那大佐的时候呢，他们算这个大佐的时间，每一个小时啊、呃、都有奖金啊、呃，给员工发奖金。嗯，但是这个奖金呢啊，他、呃、不是直接给员工，然后员工他自己要。 要选一个某一个这个慈善机构啊、呃，他捐给哪一个这个慈善机构啊？然后他选好了某一个这个慈善机构以后呢，呃，l e 公司他把这个钱直接打到这个啊、呃、这个公司的啊、呃、这个慈善机构的账户上，嗯，这样子的、啊。然后他们有有这个对员工的这个这个啊、呃，课程，就有呃一个星期的这个课程，嗯。 还有这个两天班的这个课程啊，这个两天班的这个课程呢，他们的所有的员工必须要参加啊，必须要参加，所有员工都要都都要参加，嗯，因为他们通过这这种方法来化解啊他们的员工的这些精神上的问题啊，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个这个。 这个方法非常的好啊、呃！我也问了他们，这个结果怎么样？他们说绝大多数的人，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啊，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啊、呃，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呃，非常的好。呃呃、所以啊、呃，他们现在啊、呃、已经用到这个这这个这个生活生活当中啊、呃，还有就是美国啊、呃、医疗系统啊、呃、医疗系统当中呢也在。 推广啊，这个禅修啊、呃，医生、护士必须要啊、呃、修禅，嗯，然后他们的这个医生和护士啊，这个修修修的这个禅定呢，就是藏传佛教里面的啊、呃，藏传佛教里面的菩提心的一部分的慈悲心的修法啊、呃，慈悲心的这个修法直接用到。 啊，这个他们的这个医疗系统当中啊，然后他们说这个效啊，这个效效果非常好啊。他们有专门啊去推广或者是研究这个课程的啊，这个人我也给他交流了啊，他们到底是在在在修什么的这个呃呃、啊啊、禅定，然后呢呃、啊、有什么样的效果啊？因为这些这些东西本来是啊，本来是。 我们啊，这个佛教里面的，但是我们佛教呢，它从来没有一个呃像他们这种方式啊、呃，就用科学的方法去啊、呃、研究啊、呃、它的这个呃去实验，然后去呃最后就是呃有一个结论啊、呃，这个到底有什么什么样的啊、呃、这个作用啊、呃？我们佛教从来不不不不去做这些啊、呃、实验。 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有有作用的啊，有用的，所以大家直接去秀啊。但是呢，从来没有这样子去实验过。那他们呢就不一样啊，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科学实验啊，然后他们认为非常有有用啊。他们的医疗系统当中呢也在推广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美国教育系统里面啊。 美国的所有所有的职业当中啊，自自杀率最高的啊，自杀率最高的两个职业，一个是医生，另外一个就是老师啊，就这两个啊，因为他们的工作压力啊非常的大。他们说他们的这个老师，百分之五十的老师他们都会辞职的啊，都会辞职的，因为工作压力特别特别大。嗯。 啊，做不下去就最后就会辞职。那、呃，然后他们就是把这个禅修啊、呃、用到这个教育系统和医疗系统啊、呃，包括包括小学的小学生啊啊、呃呃、都要打坐啊、呃。他们准备准备啊、呃，让两万学生啊、呃、参加这个这个实验啊，无呃呃就是从无无十个无十个这个。 学校啊，从五十个学校里面呢，就是啊、呃，就准备两万啊，两万个学生来参加这个实验。目前已经实验了啊，实验了五千多个学生。嗯，他们说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啊，特别的好。嗯，呃、那他们都在用啊，那他们不是为了解脱啊，他们不是为了学佛。 他们是为了什么呢？他们就是为了减轻这个生活当中的压力啊，工作当中的压力。嗯，他们认为只要能够这个东西只要有用啊，我们都可以接受。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不管是西方的、东方的都没关系。只要只要有用，只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用啊，我们的工作当中有用啊，那我们没有必要去拒绝啊，我们应该去用。啊，他们的态度。 就是就是就是这样子，嗯，他们发现啊，我们的精神是必须要训练，必须要锻炼啊。他们发现，他们已经在做啊，这样子。那我们啊，就是有现成的啊，比如说汉传佛教啊，就是啊，有大量的这方面的这个这个啊这个资料，有太多太多啊，非常的多。 然后藏传佛教也多很多啊、呃呃、藏文的、汉文的这方面的资料特别的多啊啊、呃呃，但是我们啊、呃、很多人呃还没有开始用啊、呃，我们除了佛教徒以外呢啊、呃，就几乎都是没有没有没有怎么去用啊、呃。这两年呢，比如说什么瑜伽呀啊、呃、这方面呢，有些人就是有一些功修大作啊、呃、有一些，但是呢。 呃，一一般的人还没有开始用，其实是可以用的啊、呃。这些有信仰也可以用的啊、呃。如果没有信仰啊、呃，他没有任何的信仰，他不相信佛教，他不相信这些其他的都不相信啊、呃，这些宗教他都不相信。但是呢，啊、呃，他可以把这个佛教的禅修啊、呃，可以作为一个心理学啊、呃，心理学里面的一种方法。 来用自己用啊啊，这样子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个效果啊，所以，呃，现实生活当中啊，减轻压力都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应该啊把这个这个方法应该就是这，比如说医生啊、老师，还有很多其他的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这些企业啊，这些企业里面呢啊，应该去推广啊。 <coughs> 我们过去啊，大家都认为金钱啊可以解决我们的很啊、呃，我们的所有的问题，我们这么认为啊啊，那是这样子的想法啊，这样子的想法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啊产生的呢？就是我们极度缺乏物质的这个这个情况下，人类就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因为我们没有啊物质。 所以我们认为，我要有物质的话，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咳咳，这是很早以前的想法啊。但是现在就不是这种想法，至少很多一大部分的人的想法不是这样子。现在啊，大部分的人啊，一一大部分的人啊，就认为哦，金钱可以解决我们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但是呢，呃、啊，它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更多。 啊、呃，更多，所以我们工作上啊、呃，或者是这个生活上出现的这些问题都要解决的话，那我们必须要找除了金钱以外的，还要啊、呃、其他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啊、呃，只有金钱啊、呃，那我们最终啊、呃，最终我们真正的这个幸福啊、呃，幸福感啊、呃，都。 都很危险啊，都得不到啊，所以呢，人们就是越来越发现啊，越来越发现啊，我们过去的这种想法是啊不全面的啊，不全面的，至、啊、少一部分是错误的。嗯，所以我们啊修心是非常啊非常重要啊，希望我们啊就是呃、啊、大佐啊不同的程度的这个大佐禅修。 啊，这个特别重要啊！那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那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功课，啊，最核心的功课，禅啊禅，我们刚才讲解丁啊丁和禅就是一个意思啊禅丁。解丁然后就是回啊回就是智慧，佛教的智慧啊有太有很多啊有很多不同层次的智慧。 啊，那、呃、这些智慧呢？我们没有办法一句一句话啊、呃、说得清楚。呃，那我们可能要进一步的一步一步的学。简单的说啊、呃，这个戒定会，啊、呃、是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啊，他他要具备的这些条件啊、呃，有这些条件就可以学啊、呃、小乘佛教啊，这是第二。 然后第三啊、呃，第三就是大乘佛教啊，我们刚才讲的三宗佛教里面的大乘佛教，嗯，那大乘佛教呢啊，它追求什么啊？它就追求两个啊，两个字啊，“直”“北，啊，就这两个字啊，“直”就是智慧啊，智慧，然后“北就是大悲心啊，大悲心，大慈大悲，大悲心。 那大乘佛教是不是不需要解定慧呢？当然不是，解定慧啊都需要的。嗯，解定慧都需要的。但是，呃，大乘佛教呢，啊、呃，这两个字是非常的重要，一个是智慧啊、呃，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啊、呃，另外一个就是大悲啊、呃，大悲心，嗯，慈悲心啊、呃，这两个是大乘佛教他们所追求的东西。那、呃，呃。呃 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啊，他不崇拜鬼神啊，包括这个造物主啊，他从来都不崇拜鬼和神啊。呃、啊，大乘佛教或者是佛教，他们啊不相信啊鬼神的力量，嗯，他们不相信鬼神的力量，他们认为啊，呃，我们啊一个人的命运啊。 我们自己可以决定啊，在这个当中不需要贵神的参与啊，不需要贵神的参与，我可以决定。如果我自己搞不好啊，那有了鬼神的力量，他也帮不了我们啊。我自作自受。嗯，如果我自己做得好啊，做得好。 那我永不照这个鬼神的残余啊，我自己可以修心啊，我自己可以有智慧啊，有了智慧以后呢，我自己知道怎么做，嗯，然后最后我可以成佛，或者是我可以解脱，所以永不照啊这个鬼神的力量，所以大乘佛教呢，啊，他就追求这个这个就这两个啊这两个字，智和悲，智啊就是智慧，悲就是大悲心。 啊，这样子，那关于这个植还有杯还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这些其他的啊，呃，这个知识，这个我们明天啊，给大家大家啊、呃、介绍啊。那我们昨天学的和今天学的，都是一个一个框架型的啊啊，还有很多很多具体的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去了解啊，进一步的去学习啊。 然后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啊，我们学佛，学佛啊，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个人的生活，它能带来什么啊？然后对我们的家庭，它能够带来什么啊？对我们的社会啊，它能够带来什么啊？这个我们也要要关注啊，要去学学习，嗯。然后我们发现啊，佛教它跟我们的个人的生活，还有我们的这个。 家庭以及我们的社会能够带来很多很多利益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是没有理由啊拒绝，我们应该去学习。嗯，如果我们发现佛教啊对我们的个人的生活不能带来任何的帮助啊，然后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社会不能带来任何的帮助的话，那我们没有必要去学习啊，没有必要去学习，这些都是我们还没有去学。 之前啊，要去离心的思维啊，去思考啊，确定。如果确定了啊，我们觉得我一定要学这个啊，这样子确定确定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啊，既然这样子确定，那我们就要一定要往前走啊，要相信这条路啊，相信这条路，毫无犹豫的往前走啊，相信这条路。这个相信，嗯，就是我们昨天讲的啊，这个信仰。 啊，信仰，信仰就是我坚定不移的相信某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啊，现在啊，我们啊，就这个讲啊，相信科学啊，那相信科学也就是对科学的信仰啊，这也就是一种信仰啊。信仰实际上就叫做啊，信仰就是就是一种信人，啊，相信嗯。 这个相信我们昨天讲了，有些相信是莫名其妙的啊，有些相信呢啊就是盲目的啊，有些相信呢啊就是有有有原因的啊，有理由的。嗯，那我们把这个这样子的，通过这些学习，最终我们发现啊，佛教可以给我的人生嗯带来啊帮助，可以给我的生活，可以给我的这个工作。 啊，各方面啊，他我们能够确定他给我带来啊一些好处，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啊就坚定不移的去相信他，坚定不移的去往啊坚定不移的往前走啊，那这叫做学佛啊，这叫做学佛。如果我们确定了要学佛的话，那还要做的做的事情就比较多啊，还要走的路呃比较比比比较比较长啊，比较远。 啊，佛教啊，并不是我们一般的人的这个理解一样啊。佛教就是念念佛呀，烧烧香拜拜佛，这肯定不是这样子了。啊，有很多事情我们要去学习的，还有我们要去做的啊，比较比较多。那这些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呃了解。那一部分呢，我们可以明天啊介绍。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接下来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这个当中呢。 大家有什么疑问啊，都可以问啊，都可以问。大家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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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啊，这个问题我其实想问一个这样子的问题，那可不可以问呢？呃，愿不愿，啊？这个能不能问呢？不需要这样子的担忧啊，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的。好、啊，我们互动交流一下。请问上师，有关皈依，是应该先皈依再开始学习呢，还是先学习达到自信以后？ 再皈依，嗯，最好就是先学习啊，然后学习了以后呢，如果你觉得啊佛教还不错，我要皈依，那再再皈依，这是比较好的。先学习，至少先了解一下，然后再皈依是比较好的。嗯，他在问，嗯，他还问，皈依是否应该理解为已经对佛法建立了一定的信心？呃，也不是，皈依就是简单的说，皈依就是一种承诺啊。 承诺什么呢？就是说我从现在开始啊，我要学习这个这个佛教的这种教育，从现在开始我要接受这个教育，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承诺，啊、呃，叫做皈依。嗯，谢谢上师。他还问关于学习佛法的目的。昨天上师说，佛法的核心是智慧和慈悲。是否学习佛法的目的，就是通过学习发菩提心，用学到的智慧普度众生？ 日常的修行，无论放生也好，呃，都是这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逐步实现发出,出出离心和菩提心，是是这样子。嗯、呃，昨天上师提到了三斤肉，想问上师，三斤肉就是就是超市里面的肉，呃，就是三斤肉。比如说，呃，比如说某一个，比如说。 比如说鸡肉啊，那这只鸡啊、呃，不是当然我就是当然这这只鸡就是提供给我们这个吃肉的人啊，那我也其中一个，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呢，这只鸡不是专门为了我个人啊宰杀啊，我没有看到，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也没有听到啊，这只鸡是为我而杀的这样子的这个呃心系，我没有听到。 第三个呢，我也没有这方面的、呃、这个疑问啊、呃，我不我不怀疑这只鸡就是为了我一个人而死啊、呃，那没有这三个叫做三斤肉。嗯，他还有问题，他说如果面对饥饿的老虎，他不吃我，他会饿死；我不杀他，我会死。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laughs> <laughs> 是的，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像释迦牟尼佛的故事里面呢，啊，释迦牟尼佛的故事里面呢，有一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就遇到了一个一个饥饿的老虎，他把自己喂给这个老虎了啊。但是呢，我们肯定是做不了。那我们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啊，不杀死这个老虎的情况下，我自己逃跑。 好，谢谢上师。嗯，还是一个现场的问题，请问，请问上师，红尘中无论无论工作生活中遇到的烦恼对境，肯定比寂静处多。如果没有经济上的压力和家庭的牵绊，是否应该去寂静处修行更好，更容易证悟空性、呃？如果没有家庭的责任啊，没有社会的责任，什么责任都没有了。 那这样子的话，那这是一种个人的选择，可以这样子。比如说，你没有任何的责责啊、呃，这个责任，那你就可以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去，呃，去呃修行呃然后呢，正午了以后呢，然后你再回来，呃，帮助更多的人啊、呃。这个当然是很好的选择。嗯，他还问，平时有一些发心的工作需要需要去做。 会占据文思的时间。请问上师，当我们的文思水平和境界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是否应该先管自己的文思，不宜太多发心？怎么掌握这个度？什么时候适合开始发心？嗯，对，这个比如首先，啊、呃，首先应该按例来讲，首先应该去，呃，学习啊、呃，修心，然后呢，就有一点点这个修心的功夫啊、呃，这样子的时候呢。 然后有一部分的时间啊、呃，用来这个做义工啊、呃，这样子也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去做啊、呃，尤其是佛教徒，比如说呃慈善啊、呃、社会公益的活动啊、呃、等等，我们必须要积极的去参与啊、呃。如果说我这些都不参与了，我这些都耽误我的修心和学习，我要学习，我要修心，我这些都不做。 啊，这样子的话，这个这个态度是不正确的。所以呢，我们呃要一部分的时间用来做这个做这些义工啊，然后呢，另外的这个那义工我们不需要天天去做呀。大部分的时间就是用来做学习修心啊，这个时间呃、啊、自己适当的安排，你应该没有问题的。请问上师，我是一个。 未入佛门想学佛的人，但是不知道该从何而学，怎么样才能够学好？冈上师，呃，怎么样去学好呢？我们通过网络可以学习啊、呃，看书哦，然后呢，我、呃、现在很方便的啊、呃，我们可以网上有很多很多，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课，我们会放在网上啊、呃，然后很多人也自己可以去听。 啊，然后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上市，比如说说大吉堪布呀，还有其他人讲的，啊、呃，这个包括国外的很多上市，用通过英语讲的啊，那各种各样的这些佛教的课程，啊、呃，很多你想听大乘佛教的、藏传佛教或者汉传佛教或者南传佛教的这样子的这个课程，我们在网上都可以可以可以学习。 呃，嗯，都可以学习的，所以就学习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首先啊，这个也有一个次第啊，就是像我们读书一样，先学佛教的最基础的啊，最入门的，就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么，昨天和今天讲的这样子，很简单的课先去学。谢谢上师，还是一个现场的问题，顶李上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如何面对失恋？ 心超级累怎么办？很想如何面对失恋？如何面对失啊？感情的痛苦，啊、感情的痛苦啊！对,对对对对，感情的痛苦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最大的痛苦之一了，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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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这个一定要解决。那解决的方法呢？啊、呃，这是我们曾经讲过有一个叫做啊、呃、如何面对痛苦。 呃，有一个这样子的方法，还有一个呢，如果我们自己啊有稍微有一点点修心的功夫的话，那这个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佛教里面有一个方法啊，就叫做哦、呃、这个痛苦转为道啊，对对，从痛苦转为道用，把婚姻、感情，还有生活、工作上的很多很多的痛苦，还有很多的这个压力。 把它转化为一种这个修心啊，去呃化解又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嗯，那这个方法呢，我们曾经讲过啊，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网网网络上啊有这个视频啊，大家试一下，我觉得应该有帮助的。嗯，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方法，不仅仅是一个方法，有很多的方法。 呃，但是啊、呃，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修心方面的这个功夫啊，刚刚开始学的话，那这些方法是有有有帮助的，但是帮助可能也许不是很大。所以呢，当我们还没有遇到失恋的时候，就要训练一下，做好准备啊。 还是一个现场的问题。提醒上师开示，我祈请实实现世间的愿望。我通过念咒、放生、行善，很久都没有实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laughs> 我还是应该继续坚持吗？我们、嗯、世俗的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呃，比如说升官发财啊、呃、这样子的事情呢，啊、呃，我们光是念咒也不一定可以升官发财的。<laughs> 呃，所以呢，有些世俗的、世俗的方法，比如说想发财的话，那就好好学习，好好工作，这个可能是来得更快一些。我觉得。好 <laughs> <laughs>、啊，谢谢上师。顶礼上师，我是个新学习的，嗯，还没有参加过灌顶，但是已经看了《慧灯之光》第八册中的破二法，不知道是否破了戒，心里很害怕。没有，没有，没有问题的。 嗯，没问题的。嗯，还是一个现场的问题。作为平常人，情绪是不好控制的。当愤怒的情绪起来的时候，是该压抑呢，还是该释放呢？谢谢，上师。啊，释放的话，那就是大人、骂人这样子的。这个 <laughs> 就是压抑，也不是一个方方法啊。压抑就是闷在心里面，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了这个精神病。 那就是那既不释放又不压抑，那怎么办？叫化解啊，化解，化解怎么样？化化解呢？这个回灯之光啊，这回灯之光里面呢有一个呃叫做如何面对成恨啊，也有视频，也有书，呃，大家先学习一下，然后学完了用一用啊，应该是有帮助的啊，要化解啊，不要释放，不要压抑，要化解。 谢谢上师，堪布昨天晚上讲到了七十亿人的共业，导致大家感知到的世界是相似的。那么，既然感知，其感知的对象是什么呢？是一种能量，是一种整幅，还是无？感知的对象，对，嗯，感知的对象是吧？是它是一种能量吗？还是说是一种能量样的东西？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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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感、呃、知的对象是什么呢？感知的对象，它的本质。 呃，可以这么讲啊，比如说，呃、比如说，啊、呃、比如说两个，啊、呃、或者是几个，呃，投影机啊，他们就是通过、呃、他们用一个同样的东西啊、呃，同样的胶片啊、呃，放同样的胶片啊、呃，他们投出来的这个投影出来的这个啊、呃，这个图像、这个画面啊、呃，都是一样的。 嗯、都是一样，因为这个投影机牌子都是一样啊，然后呢，投影机的这个角片也是一样，所以呢，他们投影的这个画面都是一样啊。那我们今天我们七十个一人啊，我们都是我们是七十一个啊投影机啊，然后我们的拍子都是一样的啊，叫做人类，嗯。 然后我们里面装的这个胶片，呃，也是一样啊、呃，就叫做阿赖耶识啊，人类的阿赖耶识啊，所以我们流十一人嗯的这个呃投影出来的这个外面的这个时间呢，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拍子一样，我们的这个。 啊、呃，这个心好一样，然后我们就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胶片都是一样，所以投影出来的是一样啊、呃。那如果你说我们投影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是能量还是什么东西呢？啊、呃，那这个就是投影出来的这个啊、呃，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就就叫做物质、精神，可以这么讲。但是物质和精神它的它的本质啊、呃，那用佛教的这个。 这个这个标呃，用佛教的智慧，或者是用佛教的这个解释，讲那外面这个投影出来的外面的这个这个这个啊东西呢，呃，它也不是能量，它就是一种幻觉啊，一种错觉。就像我们六十一人啊，同样做一个同样的梦啊，那我们梦里面每一个人看到的这个世界啊。 它不是能量啊、呃，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别的啊、呃，那就是它就是一种错觉，一种幻觉啊、呃。那现实生活也是这样子，嗯。但是这个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的、慢慢的去消化啊、呃，才可以。谢谢上师。嗯、呃，下面问一个网络的问题，上师说要行善断恶。 想问问上师，如果一个人绝对不去做伤害其他众生的事儿，也亲近持戒，尽量做到诸恶莫作，但是如果有可以利益其他众生的事情，这个人也有能力做，也知道如果去做一定会利益到其他众生，却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比如说如果是嫌麻烦、厌倦、懈怠、拖延等习气，不去主动去做，这是否也是在作恶呢？ 呃，如果是菩萨啊，如果我们发了菩提心，然后呢受了菩萨戒，啊、呃，是一个这样子的人的话，那比如说你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啊、呃，你就嫌麻烦啊、呃，不去做啊、呃，那就会犯一个一个一条戒，会犯一条戒啊。啊、呃呃，如果不是菩萨，他还没有发菩提心，他没有受菩萨戒，啊、呃，就是一个普通人的话，那、呃、不会犯戒。 也不会有什么追过。嗯。谢谢上师，还是一个网络问题。嗯、呃，请问上师，科学工作者每天要从事比较高强度的脑力活动，每天那么多推理妄想，适合学法、学佛禅修吗？当然了，学佛禅修，他的心可以静下来，所以他可以做更好的去投入这个科研的工作。嗯，科研工作。 哦、呃，也是非常非常需要他的心平静了、啊，啊、呃，然后，呃，如果他心烦躁，那这样子的话，那那不会有好的这个，呃，这个结果。嗯，所以禅修是非常对任何人都有有用的。嗯，嗯，还有一个问题，身边有外道的修行人，呃，我该如何与之相处？这没关系的，外道，比如说。 基督教、伊斯兰教，什么样的宗教的信仰的人啊、呃，我们都可以把他当做自己的同事、同学、朋友啊、呃，甚至是家庭的一个成员都没问题，各修各的，相互尊重、不干涉就可以了。嗯，这个问题有点大，我还是帮他问一下，请问堪布如何走向解脱？如何走向解脱啊？哦、呃，如何？首先。 呃，这个修出离心啊，然后就是、呃、最重要的就是修出离心啊。那出离心呢，怎么样修呢？呃、藏传佛教里面呢就叫做思家心，对，思家心啊。那思家心思考这个人生难得啊，我们今天拥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生啊，实际上这个来之不易，非常非常不容易啊。那我们。 因为我们很多很多的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呃来龙去脉啊，我们很多很多问题我们不了解，所以我们不认为这个这个我们的人生啊有有多么多么不容易。但是实际上我们了解了以后呢，我们会发现这个非常不容易啊、呃。我们要去了解，第一个人生难得，第二个叫做死亡无常啊、呃，我们的人生。 非常非常来之不易，但是呢，啊、呃，无常啊、呃，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的这个脆弱啊、呃，说没就没有的，所以很变化无常啊。这、呃就是第二，第三就是轮回啊、呃，轮回的痛苦。第四，因果不虚啊、呃，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这这个四个啊、呃，这四个思考的方式，通过这四个方式去思考，然后我们会得到一个结论。 啊，得到的结论最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啊，我一定要解脱啊！我我一定要呃，这个解脱，我不能现在的这种方式去这个在轮回当中呃这样子循环，啊，这样子是很危险的。我一定要呃活得解脱啊，首先要有这个心，要建立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决心啊，这是走向解脱的开始啊。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这个。 嗯，还是一个网络的问题。请问堪布，怎么样理解本尊是息地的来源，空行是事业的根本？这里息地和事业有什么区别与联系？息地，息地就是成就啊，息地就是梵文啊，印度的梵文，意思就是成就，嗯，成就啊。我们修本尊就得到一些成就，嗯，然后呢，修空心啊，护法。 啊，这样子的话就去得到，这、呃、就比如比如说自己的一些食业，啊，弘法利生的食业等等，呃，成就一些食业。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现在暂时不需要这些，这些都是、呃、这些都是密法里面的啊。以后灌了顶，然后呢，我们对佛教有一定的人识，然后有一定的基础，哦、啊，以后就可以去学这些。 还是一个网络问题，请问堪布，在讲到禅修的时候，您在去年开始了暇满人生，今年开始了生死轮回。但我在修禅的时候，往往入定后感觉到了定后的快乐，而会忘记按照开示的要点来观修。请问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样调整？嗯，禅定啊，禅定它有一个叫做禅约啊，禅约禅约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人的这个，呃，今生嗯，可以，嗯，能、呃，如果能够达到，呃，这个禅定的状态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感觉到极度的这个轻松啊，啊，这时候就有一种快乐的感觉，这叫做禅约。那很多的这些国曲的很多的外道的，除了佛教以外的外道的，他们的修心人，他们修禅定的。 目的就是为了感觉到这种快乐的感觉，打坐啊、呃、会有的，呃，但是呢，如果我们啊、呃、就是为了这一点感受去打坐禅修，那、呃、这样子也是不划算，啊、呃，所以呢，还是要把这个出离心呢、菩提心啊、呃、放在啊、呃、这个最前面啊、呃，在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基础上修禅的话。 那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如果经常有这样子的问题的话，那就先暂时，嗯，先暂时听一听这个这个禅定，先修一修其他的啊，然后再慢慢修。谢谢上师，这是一个现场的问题。学佛以后认知到了人生无常，但是越学佛就越害怕，总会觉得无常会到来。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样调整？ 嗯，这个就是一个果独心的啊、呃，就是一个临时的一种一种感受啊、呃，因为我们知道啊、呃，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这个感觉到了啊、呃，无常啊、呃，害怕啊、呃，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我啊、呃、去面对啊、呃、这个这个用佛法的呃用佛教的方法去面对这个死亡啊，一、呃、还没有还没有照到这个方法。 嗯，就在这个中间，就可能有这样子的恐惧感啊啊！那进一步的学佛，进一步修心，然后就很快就可以找到面对的方法啊！从此以后就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担忧，应该是这样子的。请问上师如何将修行融入到工作和生活当中？对。 修心融入到生活当中，这个非常重要啊！还有我们很多的佛教徒呢，也也也经常讲，我们把修心融入到生活当中，其实也是非常需要的。那首先啊，我们要必须要大做训练啊，大做训练，然后我们自己有一定的这个功夫的时候呢，然后把这个佛教就可以融入到。 啊，生活当中啊，这个就就比较呃呃嗯比较合理的、啊。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些方法呢，这个《回灯之光》里面呢有一个叫做专门讲这个佛教怎么融入生活啊，就呃我们生活工作的时候念什么咒啊，怎么去思考啊，就有一些这样子啊，这个我们可以看看那本书哦、呃、就知道的。 啊，但是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方法啊。主要的就是我们把佛教的禅定、佛教的知慧啊，尤其是佛教的大慈大悲和这个知慧啊，要融入到生活当中。那前提的条件，首先我自己有大慈大悲，我才可以融入到生活当中啊。我没有大慈大悲，融入什么呢？嗯，所以先首先要打坐，然后再融入到生活当中。 他还问：念经念咒不容易坚持，我应该怎么办？不容易坚持怎么办啊？这个可能还不知道念经念咒的这个作用，还不知道为什么要念经啊、呃？因为还没有还没有还还不知道他们的重要性，嗯，所以可能还需要去学一下啊、呃，这个念咒念经的重要性啊，这个。 知道了他们的重要性以后呢，应该是可以坚持的。他还问如何化解人际关系的围源。人际关系的围源很多很多呀，人际关系当中呢，也产生嗔恨、仇恨，也产生这个欲望，也产生各种各样的，所以这个不能不能一句话来概括啊、呃。那就是如果是嗔恨心，那《回灯之光》里面有。 如何面对这个嗔恨啊、呃？有各种各样的这些佛教的呃不同的这些方法，比如说，呃，如果人际关系当中产生了嗔恨、仇恨、抱怨，那我们可以用啊、呃，这个入菩萨心轮啊、呃、里面讲的一些方法，还有就是毁灯之光里面讲的一些同属易动的一些简单的方法。 用这个方法去面对啊！如果人际关系当中啊产生了这个欲望啊，这样子的话呢，那也有这佛教里面也有《慧灯之光》里面也讲到了啊，怎么样面对这个贪啊啊这些方法，首先去了解一下，了解好了以后呢，首先做一点准备啊，也就是说自己首先还没有这些问题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呢，要训练一下啊，锻炼一下。 然后再去面对的话，应该是有帮助。啊，谢谢上师。嗯，还是个现场问题。释迦摩尼在证悟的时候遇见了魔王，然后击退了他。请问上师，魔王是真的存在的吗？释迦摩尼佛，对呀、啊，魔王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魔王有很多不同的啊、呃、解释啊。真正释迦摩尼佛。 他遇到的这个魔王呢，实际上是是什么？真正的魔王是他自己的啊，贪、呃、嗔痴最后的最后的剩下的这个贪嗔痴这三个呃，就是魔王啊、呃，这三个就叫做魔王。因为释迦牟尼佛呢，彻底的就呃就铲除了最后最后的这个贪嗔痴啊、呃，呃，跟最后的贪嗔痴做斗争。 哦、啊，这个就是跟魔王做斗争这个意思。请问上师，南传佛教的佛经是公认的讲解，他们否认有北传的二转法轮、三转法轮。我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二转法轮、三转法轮的存在，以及后面的佛经也是佛的讲解呢？有有有，这个这个，在印度啊，一千多年前。 就有这个这这方面的这个呃辩论啊，我们可以学呃《入菩萨心论》啊，那这个里面呢也专门的去呃提到过这个事情，那、啊、怎么样去证明啊北传佛教是佛说的啊？还有一个叫做《弥勒菩萨的啊呃大乘净庄严论》啊，有一个这么一个书，那其中一篇是专门讲嗯专门讲。 这个怎么样证明啊？这个大乘佛教是佛说的啊，我们去学习这些就知道怎么证明。嗯，这是一个网络的问题，请问上师，大乘佛法成就的标准可以说成是成就各种三昧吗？大乘佛法的成就，成就有很多的标准啊，比如说。 啊、呃，比如说他一年级毕业了，二年级毕业，三年级毕业等等，就最后就是大学毕业一样啊、呃。那这个大这个大乘佛教的成就，最终极的成就就是成佛，嗯。然后还没有成佛之前啊、呃，那也很多临时的这个成就，有很多的。还是一个网络的问题。 对于年轻人如何在修佛的过程中，怎么能够断除自己的淫欲心，有很好的锻炼的方法吗？有，就是就是减少我们的欲望啊，减少我们的欲望。那、呃、减少欲望，佛教佛教是最有办法的。呃，但是呢，呃，我们捏捏紧啊，或者是磕磕头烧、烧烧烧香拜佛啊、呃，这些是不管用的。所以我们先去学习。 然后就去搭坐，啊、呃，那这样子就游泳的，有有有很非常非常具体的方法啊。这个具体的方法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学习。我刚才讲的这个修除离心啊、呃，也是其中一个、呃。请问上师，在念咒的当天，如果是抽了烟，是不是念咒就不灵了，没有加持力了？这种状况会持续多久？嗯，也应该没有这样子的说法吧。 但是最好不要抽烟啊，抽烟不太好,好。<laughs> 嗯，还是一个网络问题，弟子求解。弟子学佛一年多了，父亲渐渐产生烦恼，对佛教产生的口业，呃，看到佛法的法本也会有些许的不恭敬。弟子担心父亲因此造恶业而产生因果。 请堪布指点弟子应该如何去做，能、嗯、对父亲和自己。嗯，这个没问题的，可能是还没有学佛，对对佛教的，呃，这个了解不深，啊、呃，在这个当当中可能产生了烦恼，啊、呃，可以忏悔的，忏悔，忏悔完了以后呢，重新学，呃、都可以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呃，这是一个现场的问题，这一生为人。 却感觉到没有找到和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使命，我应该怎么办？<laughs> 啊，这个不好说啊。这个使命，其实我们使命呢，我们来的时候呢，不一定有使命，但是呢，我们可以把某一件事情当做自己的使命来奋斗啊，这个是是可以的。 呃，带着失明回来的人呢？呃，用佛教的话来讲，叫做再来人啊、呃，再来人。那他们是确实是有失明的，呃，带着失明来的。那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呃，没有什么失明啊，呃，但是呢，我们可以把某一件事情作为我们的失明，嗯，呃，那有有这个就不一定了，这个有很多的，要这个要看自己的价值观。 啊，以我们个人的价值观来决定我的使命是什么，然后我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就是用个人的价值观来决定。嗯，那如果用佛教的标准来讲的话，那他肯定会说啊、呃，你的使命呢，就是你自己战胜你自己的烦恼，然后呢，你要战胜你自己的生老病死的痛苦啊、呃，然后你的使命更还有还有更重要的呢。 然后你战胜了以后呢？啊、呃，你要把这个方法啊交、呃、给更多的人，这个就是你的目标，人生的目标，同时也就是你的使命啊、呃。佛教会这么讲，嗯，呃，但是但是这个是佛教的观点呢，不一定我们每个人都接受。赶赶上是开始。好，我们最后大家回想啊、呃，什么叫做回想呢？我们昨天。 已经给大家讲过了那我们今天学习啊、呃、听经闻法，或者是讲经说法啊，这个是呃我们平时认为我们去烧香拜佛啊、呃、念咒、吃粥有功德啊，那这个听课呢啊、呃，只不过就是一个学习而已，可能没有没有什么呃功德呃，可能有很多人是这么认为，但是不是这样子的啊。 这个嗯，烧香拜佛、持轴，这些都有功德，但是呢，啊、呃，这个呃，听闻佛法啊、呃、是最大的功德，所以有很大很大的功德啊、呃、和福报。那我们把这个福报和这是这个功德啊、呃、分享啊、呃，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啊、呃、这个亲生父母，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呃这个呃亲人朋友。 还有就是更多的就是所有的众生啊，那我们希望以此功德，希望天下所有的众生能够健康长寿，很快就能够解脱成佛啊！以这样子的心愿啊来做这个回乡啊，这个我们每次都要、啊、记住以后，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啊，以后我们行善的时候都都非常非常的需要的。好，我们现在做回乡。 sonumdayım amca zırba ne dol ne bir denen bezik gelganacı varım da paye tribenzolendo adurjo